术的心是快乐的，护身的心是感动的，念佛的心是平静的，护持的心是感恩的。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刚刚开始讲，寂门的正中分方便品，经文在第三十八页，寂门正说有两端，第一是略开山显一，动之生疑，这个道上是讲完。现在是讲第二丁字下第二广开善显一断疑生心，科判在书迷上这一科的经文呢，是一直到经文的第九品一直到第九品，那么就是在到第四卷的这个中间那么现在要把这个科判呢先把它弄清楚，才有办法把经文按照次序来研究。广开善显一，就是三是三圣，一是一佛圣前面是简略的让他声闻人呢疑情动起来为什么现在讲的跟从前不一样，是动之生疑。现在详细的说就是过去所讲的是方便，现在讲的才是真实那么三圣是方便，一佛圣才是究竟真实，所以叫做开山显一，详细说明这个道理叫做广那么从此把他这个前面的疑团呢、整个都解除了断掉了，生起信心，所以叫做断疑生心。那么这个经文一直到第四卷呢文字很长天台把它分作三段，就是三周说法这个科判里面呢，书迷上的科判三周的文字比较简单，法说周是第一，比说周是第二，因缘周第三书迷上因为他不能写多字写这么简单，应当是要详细写作第一法说一周上根得悟法说这一周的教典它的用意就是使这个上根上智的人先开悟了，以舍利佛为代表，所以法说一周方便品说完之后那么就是这个舍利佛的性解表现，佛为他受记人天欢喜。第二比说一周中根得悟，比喻说就是比喻品，第二卷的开始比喻品，比喻说的这一周是中根的人得到开悟，以孟侯迦奢摩诃涅迦赞元须菩提
这四位尊者做代表，中根。因缘说一周下根的悟啊，比较差一点的根性得到开悟。那么这是在第三卷化成一品第七，那就叫做因缘说。这一周下根的众生呢，由此开悟了，叫做下根的悟。那么这就是广开三显一段一生性的三大段的口文啊。法说一周的经文呢，从儿时世尊现在要讲的地方开始，一直到第二卷开头啊，舍利佛蒙受具以后，人天欢喜啊，那个句诵的最后一句净回向佛道，到净回向佛道为止。现在的这个观课本子的经文呢，就是在第七十九页，第七十九页第五行有一句净回向佛道，从此之下就是真正说比喻了啊。那么就是比喻说的一周中根的悟啊，比说一周啊，就是从这个净回向佛道以后的这个比喻，火贼喻、三车喻啊，这个经文开始一直到第三卷，第三卷的首记品第六啊，佛为四大弟子受具的那一段，第三卷就是第157页，受记品完毕为止啊。因缘说一周第三的因缘说，从这个化成一品开始，第三卷的化成一品开始，就有三品经，化成一品第七跟第八品、第九啊，这三品经啊，就是说因缘说一周经文到第四卷，第四卷的224页第三行。第二行，224页的第二行为止，那么简单说就是第九品完毕，第九品完毕，到了第九品完毕，七八九这三品就是因缘说一周，那么金门的正宗分广开三显显义的文字这样子科判分清楚了，现在就是先要讲这个第一法说一周的经文。法华文具跟法华会议啊，解释这个法说、比说、因缘说这三周的总义，它的道理啊很多。文具里面分作十种意义来解释这个三周的意义。它这十种意义，第一说这三周的法说、比说、因缘说有通有别，越别论第一周是完全是法说一周，好像没有比喻没有因缘，但是越通论呢，法说一周的经文里面也有比喻也有因缘啊，不过以法说为主啊，比喻是极少份，因缘虽然有是附带的，所以越别论法说是法说啊，那么越通论里面含有比说跟因缘说，那么比喻说也是一样的，以比喻为主，越别论是比喻，越通论里面也有法义，有法说的意义啊，里面的含义就是法啊，比喻是当题，里面也有因缘，例如长者子啊，那么这个火贼啊，这个救火贼的这个儿子的这个长者，这些都是因缘啊。那么第一是有通有别，第二有声闻无声闻，这个道理很多，现在不讲啊，只是把这个名目列出来。第二祸有厚薄，祸迷惑烦恼啊。这个众生的烦恼啊，有很严重的，厚就是烦恼很重，薄烦恼比较轻，那么由此分上中下根，
这个分为三桌上中下根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众生的烦恼有厚有薄，也就是有重有轻，烦恼轻，根性利的，这是上根；烦恼重，但是根性还是利的，也可以说是上根，也可以说是中根，中上之间了。烦恼轻，根性钝，这是中根；烦恼轻，但是根性很比较钝，那么这是中根；烦恼很重，根性也很钝，这就是下根，那么以这三类分出来，我们自己可以观察自己属于哪一类，你是上根还是中根还是下根，你是哪一条根，看根是重的上的下的啊，看谁的根性比较利，利根的一闻天悟啊，钝根的说了一千遍才悟了一点点啊，那么相差就很远了。那么这个第三或有厚薄啊，就是论这个道理，上中下三根，论他的烦恼的重与轻啊，根性的利与钝。第四，根有转不转，就是根性虽然利钝了，这个不是死板的，可以转变的，利根也会有转变成为钝根的，钝根也可能会转变为利根的，所以说这个根性的利钝呢，也不是完全固定。碰到因缘呢，它也会有转变的因缘，所以根有转不转的分别，这是第四。第五啊，纵然是上中下分别的根性，但是也有悟不悟，也不是说固定的哪一种根性闻了一定就悟啊，没有这个固定。那么里面的道理也很多，跟各种的根性有开悟的，有不开悟的，听法之后。能开悟的，听法之后没有开悟的，这都有分别，所以后边有五千退洗呀，那就是不能开悟的哦。第六种啊，听法的众生，不要论开悟，论他了解不了解，懂不懂了啊？听这个法之后懂不懂，了解不了解，这有很多分别，也是越这个根性的利钝呢，去分别他哪一种人能懂，哪一种人不懂，是解与不解啊，有灵解有不灵解的分别，这是第六。第七，有得受记与不得受记的分别啊，上中下三根应当都得受记啊，那么实际上在法会上没有不得记的。但是这个得记的有指明得记啊，那么就是显明的有受记啊，有的没有指明的啊，那么如果他不在座或者是没有指明啊，好像没有得记，例如五千退席当时没有得记啊。那么第八，纵然有开悟啊，悟也有浅深呐、解悟正悟。解悟正悟，个个有浅有深，所以中国的祖师禅呢、有说：大悟一时八变，小悟不计其数。所以这个悟不是一词而已啊，不是一词而已啊。大悟悟到一时八变，那还得了啊？哦，悟一时八变，小悟不晓得悟了多少了。实际上，各位平常也有开悟的，从前呢，有个。做父亲的他只有一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啊，因为只有一个儿子嘛，他宝贵的不得了啊，那真是他的宝了啊。那么这一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太宝贝了啊。那么他以为他的儿子很了不起啊，因为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嘛，他很看重他，也就认为这个儿子很有能力。那么请老师教他读书，从前是没有学校啊，自己请老师来教他。那么教他读书啊，读多久呢？已经读了八年半了，读了八年半，读了那么久了，他的儿子情况如何呀？都没有表现，就是天天照读了，也很规矩啊。那么老师教他读书，他就读书啊，规规矩矩的读了八九年。那么有一天呢、他自己在自修读书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在后边看他读书，他读读读读，后来突然之间呢、拍桌子就说：
今天开悟了，说了这么一句话，读了八九年，突然之间来这一句，今天开悟了，桌子一拍，哦，他父亲高兴死了，没死了，高兴极了，太高兴了，高兴得不得了啊。那么他也没有问他的儿子悟的是什么，那么他准备好多菜请客啊，办了好多这个宴席啊，宴席请客，把亲戚朋友啊都请来吃饭。嗯，那么亲戚朋友都来了吃饭了，他的儿子啊，他就把他的儿子请出来了。你说那天我听你说呀，读书开悟了，现在我把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请来了，那你现在要把这个开悟的情况啊说给他们大家听啊，那么我们才有面子啊。他的儿子也很大方啊，大家坐好了要吃饭了，他就出来了。你们大家要知道我开悟什么吗？我跟你说吧，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书是用印的，读了八年半，才知道开悟的这么一点点，这也是开悟啊！你不能说，不能说不是啊，当然是开悟嘛。从来不知道，不知道，今天知道了，知道不是开悟吗？所以这个也是开悟。那么因此啊，这个开悟就要论浅深了啊。浅的嘛，就是悟的这么一点点，一点点也是算开悟。那么这么一点点开悟啊，那就又不计其数了，难算了哦。那么从前的读书人这样的下功夫啊，结果是成为这么一点点的笑话啊。听起来蛮好笑的啊，实际上这也算开悟啊，你不能说他不是啊，因为他读了八年半还不知道这个书是用印的啊。可能这种故事不是很久的了，因为书用印呢、是宋朝，唐朝已经开始了，那不多啊、宋朝就是完全用木刻啊、木板去刻，字写好了贴在木板上，然后刻了之后再用墨水去刷了才印啊。那么他读了这么多书，结果知道开悟了，哦，这个书是用印的，嗯，这么一悟啊，很了不起啊。那么当天的吃饭的这个所有的客人呐、当然都是很高兴啊，大笑一顿呐、不但是饭吃饱了，笑也笑够了啊，所以禅宗祖师啊有大悟一十八变，大悟一十八变，不晓得悟了多深呢、真不得了啊，恐怕比海还要深。那么小悟就不计其数了，什么叫做小悟啊？就是这个书用印的啊。这种的小悟啊，那是算不出那么多啊、所以这个佛弟子们呢，佛在世的佛弟子都开悟，坐下没有一个不开悟的啊、但是开悟有浅深就是了，有浅深啊、那么浅呢，当然是比那个刚才说的要好得多了，不是这一类的啊、那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开悟特殊的。所以第八论这个悟有浅深哦，不过这个文句里面说没有我说的那么好笑哦，但看起来很难懂啊，里面道理很多。第九，义有全实，利益有全有实，分别这些佛弟子们所得到的利益啊，得到方便的全法的利益，或者是得到就近真实的利益啊、那么所得的利益有全有实，论这个全实的道理啊，所得的利益全实的道理，这是第九。第十段说众生修学佛法呀，它是有因缘啊，所以第十叫做待时，不待时，待等待的待，等待的待啊，等待多少时候因缘成熟了，听法才开悟，才得到利益。有的不要固定这个时间，无论在什么时候听到佛法，他都能够得到利益，都能开悟啊。论这个道理呢，就是第十段叫做待时不待时。文句里面对于这个道理说的很多啊，只是会议根据文句把它简写浓缩啊，还有八页，
假如把这些道理都要一条一条都讲出来的话，这十一呀、恐怕要讲它五个小时以上啊。一方面，我们初学的人对这些道理必定要把整部《法华经》还有天台的教理都懂了，才来研究这些理论呢、才有办法入门。否则我们只这样讲讲啊，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我们的悟境很浅呐、那么这一类高深的道理，我们的根性恐怕还是没有到这个境界，所以只好重略，那么关于这十义的显论呢、现在就不说了，现在按照这个三周说法呀，先说这个法说一周，法说周这个文字很长啊，分为五段，书名上有科判啊，看那科判，法说这一周分为五段，就是第一正法说，第二生子灵劫，第三如来速成，第四于受记，第五四众欢喜，法说这一周的经文呢有这五段。第一段正法说呀，就是第一卷的经文说完为止，到这个句诵说完，就是法说一周的正法说。生子灵劫，生子就是舍利佛，生子啊就是舍利佛，舍利佛的灵劫呀，那在第二卷的开始，第二卷开始一直到舍利佛受记那么四众欢喜这个文字完毕，就是法说一周完了，那么后边就是比喻说了。所以这个第二科生子灵劫以下四段的经文呢、在第二卷，在第二卷。现在我们先讲第一啊，正法说，真正讲到这个法说一周的法，就是妙法莲华经的法，就在这里啊。你要知道妙法莲华经这个妙法的法，法怎么妙啊、是哪一个法，就是这个方便品的现在要讲的以下长文句诵的法。所以正法说分两段，第一长文长形的文字，就是现代化来说叫做散文体了，散文体啊、这个文句有长有短啊、或者是五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有的时候一个字一句，有的时候两个字一句，有的时候十个字一句啊、这个是这种的文体呀、叫做散文体，散文体啊、经文里面就是长形的文字，长形的文字叫做长文。后边的句诵固定的啊、五个字一句或者是四个一句四个字一句，这种的固定的句子的文字啊，就是句诵啊、下文呢、有长文有句诵，就是越这个文体分成两段，先讲长文，后说句诵。长文又分三段，第一许只有许字，它这个分科啊分得很简单，只有许字，就是佛答应了，许就是答应了啊、答应要为弟子们说了。第二受持，就是舍利佛当机啊临职领受佛的这个谕旨啊，不就接受佛的说法啊、那么叫做受持。第三正说，就佛正说这个开山显义的道理啊。先讲第一课许，佛所答应准许要为弟子们说这个法华经的妙义啊、那么这里许字下有三科，第一顺许，第二借许，第三卷许啊、指这一个许字啊有这三段文字，越这个佛答应要说的许啊、那么它的意义有这么三段，先说顺许，来看这经文。尔时世尊告舍利佛，汝以殷勤三情，岂得不说？不到一行文字啊，这就是顺许。什么叫做顺许呀？佛呀，随顺当时的因缘，知道众生闻法的因缘成熟了，顺住当时的因缘，
也顺着舍利弗的请求，所以答应要为他们说法，这叫做顺序。儿时就是舍利弗三秦的话说完那个时候，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舍利弗，因为当时是舍利弗请求啊，那么舍利弗就是当机众，以舍利弗为主啊，啊，舍利弗当机，那么佛就对舍利弗说：“如以殷勤三秦，以下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话了。如以殷勤三秦，这句话就是顺，啊，如就是你啦，你，啊，古代的你我的你呀、啊，都是三点水做个女字的，啊，那么现在是人字旁的，啊，那么这个如就是你。”说舍利弗呀，你已经殷勤三秦，殷勤两个字啊，表示他的恳求的心意啊很恳切，舍利弗请求佛说法的那个心意啊很是恳切啊、请求的礼貌也是很周到很恳切，所以叫做殷勤啊、就是说舍利弗，你既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啊，这么诚恳的要求要我为这些三根众生说法啊，这是顺，喜得不说，这就是许了，用反面的话来答复。既然你这么恳切的请求要我说法，我怎么可以不说呢？喜得不说，我们现在讲白话就是，我怎么可以不说呢？意思就是，那我就应当为你们说了，我就应当为你们说了。佛受他们这样子请求，三番的请求之后，才答应说好了，我会讲给你们听了。答应未说，所以这叫做岂得不说？怎么可以不说呢？从前药山文言禅师啊，我们中国的禅宗祖师药山文言禅师，他是亲近石头无忌禅师的，就是清源行师座下的第三传。药山禅师他平常是叫这个参禅的人不看经的，那么平常也很少上堂说法，有一段时间很久很久没有上堂为弟子们说法了。有一天呢、院主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寺庙的住持吧，这个院主啊住持啊，就向这个药山禅师要求了，啊，他说老和尚啊，你很久没有为我们这些大众开示啊，这个大众没有听开示，会这个道业不会精进的，那请你老人家慈悲吧，上堂说法开示大家吧。我药山就说，好吧，那你就敲钟吧。集中啊，那么他就集中了，集中把大众集到法堂坐好了，等住药山禅师上堂说法。那么集中好了，药山文言禅师上堂了。从前的上堂是真正说法的，不是像现在的吃斋啊，上堂斋，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是真正的上堂说法的。文言禅师一上堂，上到法座里坐下来啊，就坐在那里没说话，眼睛闭起来微微不动。大家以为可能禅师要稍微静一下子，那个时候他年纪也大了，要静一下再讲话呀。大家就真是洗耳恭听啦，很恭敬很恭敬的坐在哪里呀，默默的等住听。他坐了一会儿下来了，没一句话都没说，一个字也没说，他就下来了。下来就回了啊，这个院主啊，就住持啊，就从后边跟出去，他又当场不好问呐、跟出去，哎，老和尚不是请你说法吗？你怎么没说呢？这个文言禅师他答复说：“经有经师，论有论师，那为什么一定要我说？要我说就是这样说，要说法吗？讲经嘛，有讲经的师傅，经有经师。”讲论嘛，论有论师，你就请论师说法吧。你要听经，请经师，
啊，你要听论，请论师。那你要我讲啊，我只能这样讲。